我不懂你们男人的孤独感。我只知道，活着就是为了报复朱子杰。但现在，我发现我报复的是我自己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。你为你自己活着。你的生活应该由你来决定。 监狱里，我理解你的感受。你理解什么呀？你们男人懂什么呀？是，我是什么都不懂。但是我何南相信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周丽相信什么？你相信爱情？告诉我，爱情它就是个屁！ 爱情能救多少人的命？爱情能把朱德福送进监狱吗？我只是个女人，我只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，我只想要自己的幸福。那你现在幸福吗？ 这辈子真的幸福过吗？我幸福过，我真的幸福过。对不起啊，哭出来就好了。 我就是世界上最傻的女人。我也是这世上最傻的男人。我只想你幸福。明天我陪你去医院看他，好吗？ 伤得不轻啊，朱子杰，我是云州公安局的李志，方便说一下今天晚上的情况吗？请说。你怎么会认识秦剑的？他是我未婚妻宋思琪的朋友。你为什么会到周丽的房间？ 我跟踪秦念去的，为什么跟踪他？你哪那么多为什么？对不起，他喜欢我的未婚妻。当他知道周丽要去伤害我未婚妻的时候，他决定要替我的未婚妻除掉他。这是你的猜测呢，还是真相？ 是我猜的。你和宋思琪的婚事怎么样了？啊，不是，警官，这是我的家事儿，这没必要回答吧？好，好好养伤。 秦剑，别沉默了，说点什么吧。我告诉你，到了这里，你必须开口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想听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不相信啊？去查啊。
你为什么杀周丽？投财，投色。其实我就是一流氓，我看见女的我就……跟我编故事是吧？我告诉你，编故事我是你师爷，大编剧，跟我拼是吧？刚子。 金剑，你看过几本武侠小说？必须说过。这是审讯室，你说呢？看过。流星古那你的行为可不太像古龙的粉丝。 你什么意思？你的行为在行为逻辑学里属于强迫症的一种。强迫自己，证明自己。你想证明什么？一种信心，还是一种能力？你说的话，我听不懂。好，那我这么说吧，综合你的表现。 我觉得，在武侠世界里，你顶多属于一个网络写手的粉丝，因为在古龙和金庸的作品里，都没有你这样的。我应该是怎么样的？金剑，宋思琪和朱子杰的婚礼。 在月底，宋思琪跟你提过吗？月底。对啊，31号，云州大酒店云州厅。请柬我有一份，要不要拿给你看看？不可能，思琪她是爱我的，她根本就不爱朱子杰，她是被逼的。爱不爱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婚礼是宋家办的，是宋思琪逼朱子杰娶。 而不是朱子杰逼着宋思琪嫁。你放屁！闭嘴！思琪她是爱我的，她爱的是我。她跟我说她只爱我一个人。把她松开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既然宋思琪这么爱你，那她为什么还让你杀了周丽，断了朱子杰的想法，然后再跟她结婚呢？ 杀周丽不是因为朱子杰，周丽一直在骚扰着宋思琪，你不知道，思琪因为周丽已经哭了很多回了。金剑，你说的这些跟我们掌握的完全相反。再说了，你杀了周丽，那你就是杀人犯了。 而朱子杰呢？周丽一死，他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和宋思琪结婚过日子。你觉得这里面还有你什么事儿吗？有啊，我可以带着思琪远走高飞啊。那宋思琪肯和你远走高飞吗？为什么不肯？我为他做了那么多，包括杀周丽。不止这些，还有。不止这些。 带走。那思琪她是爱我的，她不会骗我的。思琪她是爱我的。是。喝点水。 宋姐，
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抓了秦剑，秦剑说出了是你指使他去杀的周丽。周丽死了吗？你那么希望他死吗？快告诉我。没有。宋姐，是谁把你弄晕了？是秦剑。秦剑。 秦剑他疯了，他要杀周丽，所以我阻止他，他就把我打晕了。看来你们两个人之中，肯定有一个人撒了谎。那当然是秦剑撒了谎。行啊，不管怎么样，等你见着秦剑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护士，你帮我查一下，有没有一个辨认叫朱子杰的？您是哪位呀？ 我是他朋友。朱子杰没有登记啊。我今天已经把陵南所有的医院都查遍了，就剩你们这最后一家了，麻烦你再帮我看一下。真的没有登记啊？那你查一下昨天夜里挂急诊的病人呢？我看一眼。 坐牢坐了那么久，你没来看过我一次。我爸不让，而且他跪下来求我，让我和你断绝关系。那宋思琪打我呢，你为什么不拦着？也是为了我爸。云天集团现在遇到了财务危机。 我爸需要用他们宋家的钱来周转，而宋思琪愿意给我们家钱的唯一交换条件就是要我娶她。朱子杰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爱过我吗？当然，而且现在此刻我依旧爱着你。 只是你爸不让你爱我，所以你就选择离开我，忘了我们的誓言，和宋思琪去过有钱的日子。你知道吗？我每天在牢里想你，我伤心到我把我的眼泪都哭干了。 根本不在乎，对不对？我在乎，我在乎。原谅我，让我们重新来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
我到底有多么的爱你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。要不你打我吧，如果这样你能解气的话。你打，我自己打，我自己。别打了。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父母，选择我的家庭，但是我有办法可以选择我的命运。就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忘记过去的一切。不对，是我们一起忘掉过去的一切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周丽，子杰。谢谢你帮我救了周丽。家务事，你犯不着想。照顾他是我的责任。现在是我的责任。他的心也是肉长的，经不住你这么来回折腾。你也喜欢他。如果这样能让你不再伤害他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他。你一个通缉犯，你拿什么给他幸福啊？拿证。你跟周丽在一起，对得起宋思琪吗？跟宋思琪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又对得起周丽吗？你什么时候才能对得起你自己？我他妈打完你再回答这个问题。朱子杰，白打了。这能叫挨打吗？周丽，心里好受点了吗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你下次出去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啊？这挺大的人了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啊！哎，你还让小四担心？我让谁担心了？我又不是小孩了。不是那个丽姐，你下次出去跟南哥说一声，你省得让我担心嘛。滚蛋！闭嘴！那我也得再说最后一句啊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找那个陆天启啊？再不去，等那家伙变老了，咱找到他都不认识了啊！我看你比我还贫。西林食品公司，走着，二位爷。
让你见个人，我谁都不想见。这个人你肯定想见。思琪，思琪，看来你们俩挺熟啊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我没时间让你们单独聊天，只是有些话需要当面问问。金剑。 是宋思琪让你去杀周丽的吗？宋思琪，是不是秦剑把你绑在家里的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被绑在自己家里了？朱子杰肯定是朱子杰，他在哪儿？你忘了吗？是你把他捅进医院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子杰怎么会在医院？思琪，你听我解释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思琪。居然敢动子杰，他要是敢少了一根，还冒着要你的命。我为你做了一切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你为我做了一切，这都是你自愿的。 是你瞎了眼爱上了我，去坐牢吧！最好枪毙你，以后不要再来毁我的子杰爱情。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去死吧你！你去死吧，秦剑！我恨死你了！秦剑！秦剑。 看清楚宋思琪了吗？是宋思琪，是宋思琪。现在能告诉我，是谁让你去杀周丽的吗？能，我全说。你能在法庭上指证他吗？我能。 你自己走了，也不打个招呼。你又想去看他？我想去看他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放心让你去？你放手，我必须得去。周丽，你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你放手。 嘿，我这刚下去一会儿，你们俩又杠上了。没你事儿。好，我还真不愿意管你俩这破事儿。贺兰，东林食品公司的事儿我打听清楚了，你有时间听吗？
你说，我用投资商的身份想进他们公司，结果被他们公司前台的人给赶出来了。听前台人说那意思啊，原来东林公司的人就是以这个投资商的身份进了他们公司，说是考察，结果实际上把他们的食品工艺全给偷走了，回去拿这个劣质的原材料加工，价格低，量还足，盖了个工厂叫东林食品公司，慢慢的就把西林公司给挤下去了。就因为这事儿，西林公司的老板黄敏下令拒绝一切以投资商的身份进入的人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明白了？我不明白，咱们下边干什么呀？你去一趟东林食品公司，问问那的老板是谁。哎，周丽，放开我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你俩接着闹啊。南哥，丽姐，你们继续，我自己一个人去打听情况，我打听明白了我来向你们汇报啊。啊，辛苦了。好难，你就让我去吧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你去。我现在不想跟你吵，总之我绝不允许你离开我的视线半步。我是你什么人啊？你凭什么时时刻刻看着我？我有我的自由。你没有自由，你是通缉犯。那不都是拜你所赐？小四儿去东林干什么？陈年，小四儿好对付，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你该忙什么忙什么。国冲，你现在就去东林。有点时间，去吃东西吧。我记得按照我们之前说的，我如果帮你抓到了何南和周丽，你要给我20万。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要40万。小三儿，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这都是跟您学的呀。朱总，这个买卖您做吗？5分钟之后，我马上给你打过去。收到钱，我会马上把何南和周丽的行踪告诉您的。这个是个绝好的机会哦。会计，马上给小四儿打40万。还有，把我车备好。好久没见了，河南。朱老板真是神通广大呀！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把我逼疯了。我告诉你，别怪我心狠，你不死，我就得死。你死有余辜，朱德福。我跟你说话了吗？我的目标是河南，这一路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可是给你脸，你不要脸。
你一直折腾我儿子。我告诉你，周丽，今天河南能走，你也走不了。王八蛋！朱德福，我不会亲手杀了你，因为我不是审判者。但我一定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。恐怕你看不到那天了。二灵吗？我们这里有械斗。朱文石的供词挺详细，干得不错。李队，您就别瞎夸我了，这都是基本功，有什么不错的？我看是您心情不错。朱文石供出了胡冲，现在只要我们突破胡冲这一关，河南案子一定会有质的飞跃。另外啊，最近辛苦了，不过还得再扛几天。没得说，李队，您说吧，怎么干？朱文石被捕，胡冲一定会有所察觉。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他现在一定藏在什么地方。另外，秘密派发胡冲的通缉令，尤其不要放过车站和宾馆。明白。还有，要做好监视朱德福的准备，防止他逃出云州。胡冲的事就是朱德福的事，他现在手里的棋子越来越少，我怕他狗急跳墙。好的，明白了。去吧。哎呀，队长，你说咱要知道周丽和河南下步去哪儿，那该多好。我要是知道，我不早就抓住他们了。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浩军啊，我一直没把你当做我的下级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做我的兄弟。有什么话直说。我觉得有时候吧，你在故意放水。放水这些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啊。我告诉你，浩军，这句话哪说哪了。我知道了。对，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师傅，什么？长途汽车站旁边的馄饨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到。别动，都别动。小三儿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事儿你做的有点过了吧？是你爬外的东西，我今天还就听不惯这四个字儿了。河南和周丽，今天你谁都不能动。哼，你小子长能耐了是吧？河南，起来带周丽走。废话，快走，要不然谁都走不了了，快点儿。伤怎么样？你还管我干嘛？我找朱子贤你管，我回家你管，我对付朱德福你也管，你到底要管我到什么时候？
抓朱德夫是我的事儿，就别跟着逞强了。我帮你对付朱德夫，你不也省事儿吗？我是要把朱德夫送进监狱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还以为你自己是警察啊？省省吧你！除了我能帮你，还有谁能帮你啊？是不是警察无所谓，我河南就是上刀山，下火海。 照样要走到底。哟，安警官，吃饭了吗？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来，安警官，刚才有人举报，这里发生了械斗。械斗？谁械斗了？哎，你们几个刚才械斗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这儿没人械斗，我们这儿打扫卫生呢。是这么回事吧？ 那朱总今天来也是亲自监督打扫卫生的。这是我的店，有问题吗？行了，都别演戏了，也拿不了奥斯卡影帝。何当周丽呢？你们警察抓不到的人，你问我呀？等你们拿奖那天，我一人送你们一副金镯子。 好，我等着。哦，对，安警官，再见。何南和周丽刚才肯定在这儿，要不然朱德福不会亲自来。何南和周丽出现在这儿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估计他们很可能买票离开林台。 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收拾收拾看一下。是。小三儿，戏演得不错呀。虽然大费周折，可是我相信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何南会完全相信你。肯定没问题。啊，老板您放心，只要我一拿到何南手里的秘密，马上就。 就怕到时候你小子只认钱不认我，我哪敢啊，朱总！小四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人，你应该最清楚。哼，就是我太清楚了。小四啊，有件事儿你得给我记清楚了，我不要河南周丽的人。 我要他们手里的东西。你要是拿不到的话，之前吞了我多少钱，就得原原本本的给我吐出。行，周总您放心，规矩小四儿懂。那我就在这先下手。小四儿。 别耍我！我哪敢啊，朱总，您是我的亲爹妈呀！混账玩意儿！杨秘书。 什么事儿？什么？子杰割腕了？你倒还有这闲工夫在这躺着？啊？有这功夫，你找东林公司的人去讨个公道啊！他们偷了咱们的配方，还反咬一口，这种缺德的事都能做出来，最可气的是你。 还有功夫在这闲躺着？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我不是想了吗？想什么了？啊？你说出事这几天，你为我做过什么呀？我做的事你都没看到，那就是没做。你说够了没有啊？你干什么？
人去啊？找他们去。往事。